笑屁呀、啊！没有啊，哇，现在人都这样子笑别人，对啊，这种好意思？怎么会不好意思？嘟嘟嘟，开始啦！开戏啦！我们要干嘛？玩三国啊？哇，都跟你讲就好啦，不是吗？全部都跟你讲就好啦，我不用玩不了，是都跟你讲吗？就好。我玩什么都还要被你指定，我没没有关系指啊，定没啊，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现你在的不标就是题这就样。这样写哈，我的标题是这样写，就代表我要玩这个不然嘞，你骗观众哦。哦，那如果我今天标题写别的，我就要玩别的，是不是？不然嘞，我怎么知道？都跟你讲就好啦。我这不是废话吗？哇，我讲话你就说我在讲屁话，我没有说你讲屁我都话，没有说你在讲屁话啦。这你在讲什么啊？你可以说说统神吗？啊？啊？为什么要说统神？没你有为什么啊，一就定要是我去聊卖头聊绳？你多喜欢多爱之类的。真的是各种有事啊你！好久不见啊，大家。哦。See 啥会？你今天好奇怪啊！你是不是你有说你点？吗？你是不是有点受不了啊？受看不到了大什家么？都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什么？你在说你吗？我算了。好久没开麦了，你也知道。开飞了。嗨！哇，有人说《赛鬼二》已经玩60个小时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不要玩啦，大家不要玩啦，没关系啊，就给你们玩啦，我了，我连开箱都还没开箱，你们就已经玩成这个样子你了，还是管别人？开箱都还没开箱哎，超想开箱的啊，好可怜哦！别说了，各你赶种快把说它没玩人完！知道啊，哇，现在就在催片呢。没有啊，什么催片？叫我赶快玩完，然就后这样啊，没关系啊，顺利的玩的吗？没关系啊，都这样了。巧克力的刚回国，那个心情转换。现在是怪我了吗？啊？就觉得我很就不好，很烂。没有说你很烂啊，我没有说啊，我说你可能就是怎身样？体上怎还样？有一些啊！你这样子真的不行啊！我们认真努力在玩，然后你就一直说我怎样。有啊，我没有说你不认真努力玩啊。小小的，我在全家有看到卖闪鬼的周边卡片来着，那个是那个 PSN 的卡片，那个拜托超贵啦，那个有跟闪鬼有关的，之前我看是2000块一张卡片。但它里面就是有点数，比方说你打 LO 有那个点数，有没有？那它只是额外就有那样的一个造型。可是你会为了那个造型会去买那个卡片吗？那不会啊，太过分了，那么贵，贵，当我口袋都是钱哦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口袋，怎么都是钱？没有不是怎么都没钱吗？啊！哇塞，开喷安安，了啊！大才家刚开好。始你就在那边开喷了。我的天哪，没钱，你才没钱呢！我告诉你，老子我有的是什是么？巧克力而已。我口袋都是空的，有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拍自己的脚啊？我没有在拍，口袋都没东西，我想看我有的是什么。哦，肉。我有的是可以挂你的权限呐！啊，终于知道了。原来我有这个东西啊！你好了，开始玩了。所以你现在就是一定要我按下去的按钮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说掌我柜不开能始停哦。在这个画面，然后跟大家聊2个小时吗？你想要这样也可以，因为你是台主，好吗？那还用说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要冷静一对不点。对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Hello，闪人还没开箱吗？对啊，都还没开。游戏封面就有暴雷，应该还好吧？我还在玩第一季啊，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做的是把它给挂了。他自己讲的这种要求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你在自己干叫我什把它么？挂掉，我真的都不知道。然后在那边狂喷我。哇塞！你自己叫我把你挂，然后又在喷我。这你到底要我怎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继续玩了，可以开始玩了。哎 欸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我玩游戏，你说我干什么？那我好，我不玩，不我不是，玩，我说你聊天室，大家都不要玩啊！我暌违了一个礼拜，就为了现在此时此刻可以在这里玩游戏，结开果始了，我开才始了，刚开开始你始就了，叫我快点！不要敌人玩。在等你，没关系啊，就不要玩啊，大家快都不要点玩。玩，求你快玩！哇，现在又求我要玩，你搞得我好复杂啊！你才复杂嘛！你到底要我玩还是不玩啊？我快疯了！我记得上次有去过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这个在晃点我，连我都在晃点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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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们要干嘛？其实我有一点不知道我们要干嘛。因为我忘了上次玩到何时，啊？就聊啊。主校舍有亮惊叹号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去主校舍吧。哦，我记得主任。对。啊，有人说不离不弃不讲了吗？哦，不离不弃。哼，都可以上。我先讲的。哎，我也有讲啊。不离不弃。那也讲过了。快点！哎、欸，很过分，你都没有一次唱过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你干嘛？不要玩你超过分！回味了一个礼拜啊，就为了现在。我的小眼睛，可以开始了。雷迪，我第一喜欢小苹果，快点开始。Yes。你不要再吃饼干好不好？你看李渊在折手，他不耐烦，他想揍你。老大哥花生，哇，不得了啊，有够好吃的。这些对话我还有印象啊，所以我们到底是过到哪里呢？不开玩笑，完全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印象这里应该都聊过天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有某个地方还没有聊天，哼，是否就是你呢？想，是否是你呢？哎呀，第七班底，哦，他这样嘴我，第七班底，谢谢你，哎，难道是说话的同学？接下来这个工作？代理学生会的身份来帮你啊！记得要分发餐饮营业许可证没？是的，这本许可证是用来证明达到一定程度的卫生标准，只要没有这个，就不能举办你餐饮相关摊位的商业活动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！但是却还有没有来领取的学生，我有点担心。原来如此，那就由我来直接送给他们呗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时期我也不能让医务室给空着，虽然你很忙，不好意思啊，再忙也要帮你啊，所以是不是该准备一些礼金啊？关于要分发的对象，首先是要举办料理教室的烹饪社长尼可拉斯凯吉，因为他似乎相当积极的在准备，可能忙不过来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接下来是一年四班的东方茶屋，他们似乎要贩卖简单的茶和点心，麻烦你把许可证交给负责人克雷特，虽然是个好孩子，但有时有点粗心，可能忘记了，确实应该要送过去。摊位的部分则是雨果跟贝奇，用摊位来一决胜负。如果是太认真于比赛而不小心忘了，麻烦你交给他们。这么多同学丢三落四的，告诉我，钥匙给我，没问题，全部都交给我。
好像是责任很重的工作，打起精神去做吧。这个是骰子鬼鸠，晚上安心。分析完毕之后来向我报告。我知道了。林夕。啊，矮子有鸡哦。我不知道。有啊。矮子有矮吗？没有哎，我没有。乱嘴，那我也问，那我也要喊啊。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喊什么都可以？艾薇儿，艾薇儿，嗨，艾薇儿，好久不见呐，艾薇儿，我一从小听你的歌长大，我就是你的偶像。哦，他，你是他的偶像？对啊，不然呢？是不是反的？不是啊，我是艾薇的偶像。有问题吗？有啊，问题还蛮大的。问题很大，应该是反过来吧？那又反过来，每个都反过来，那你为什么走路不反过来走？不，谁跟你？科特也可以搭一下啊，想教点重要的东西。哎，重要的东西，没错，那就是我的心。你的心？李恩，不行啊！啊，我忘了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差点撞上红的东子啊！现在还让你特地送过来，不客气。总而言之，当天要小心，别再那么粗心了。嗯，我会的。今天谢谢你哦。哎，他就只说一句谢谢。那算呢？这个我帮你做牛做马，把屎把尿，你就只会跟我说一句谢谢。把屎把尿。哎呀，我跑来这里哎，跑来这里，特地跑来这里，我一秒钟几转上下来这里送他这个东西，不开玩笑。他应该会很感谢我啊。橘什么颜色？就臭臭的颜色。你在讲什么？在这千方百谈的说我雨果宰面，哼！但我先提出申请了，我应该有优先权。但先把材料运过来的是我。的确，在申请书上只写了住校舍钱而已。但是先注意到这里的是我，贝奇，你就让给我呗。啊，我听不清楚吧？况且我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这里了。嗯，感觉就像教官想的一样，专注于吵架，完全都忘记了。可以打搅一下吗？我有东西想要交给两位。啊，什么？这么忙的时候，摊位的位置关系到销售了，麻烦你别占用太多时间，没问题的。那我就直接走人喽。你们不要许可证，我就直接走人喽。我完全忘记了，我也是，可能有点太过激动。哼，贝奇，我有个提案，用地点来决胜负也很无聊。我们两个都不使用正前方，如何？你是说摊位的位置这点双方平等吗？很好，我就接受你的提议啊。但是啊，雨果，哼，凭你想打赢我，还差得远了。好，你说你会赢的理由到底在哪里？问我哪里？就是这里啊，当然是我做生意的手腕啊。感觉会没完没了，还是先离开啊！他们两个太夸张了，最后跑了哦，正对面一决胜负，赢的一定是我。如果那家伙老是批评我的做法，看着吧，我会在这场对决中让他瞧瞧我的厉害，让他瞧瞧。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不可能比较厉害，经济理论的力量。算计啊，各种算计。我们还要交给谁？啊，主校舍里面的人。啊，你才是便便社啊，徐。我原本是要说泥巴社，想说不对，是艾伦，都忘了。怎样？怎样？巧克力有很多种颜色，就跟便便。所以现在是谁在玩？那你要说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什么螺丝？别逼我！我告诉你，发起未来不得了啊！好啊，我可是学会了特异功能啊！我不要了。你克拉斯凯基没看到？米拉姆可以打搅一下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吗？社长，嗯，他刚刚要去